横道狙，横道狙，白方下狙。哎，87，我操，打腿了，横道。这是我应得的。别骗呗。 还好我打的都是头，没位置，我就在酒吧朝着雷混混，尝尝火药的滋味。95、33、72，信你个鬼！他妈 AK 就响了一枪，一九三十三，老六。 哔哔哔，九八。失败不积累。哈哈。尝尝火药的滋味。哈哈。我操。 没了，他们加一把。来来来，九月，好好好，我招募你了。英文字母，一堆英文字母，看一下。OK，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你先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这歪歪咋回事？协议，他保频道的。哦，保短位号是吧？ 对对对，我之前就忘记保了那个短位号没了。退哪？备啊，存在。他还出了个幻神号哦。对他还有幻神。他这个号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打对掏的。 今天还想喊你打对掏来着。玩不玩？我之前有一上个赛季吧，更新的时候早上打了把对掏，杀了30个才赢。还是你们南部的我。南部哪里的呀？好久了吧？ 那个东部的5轮狙击地，他妈一群灾娃，老好玩的。阴天阴到手软，在那个频道。打完这把，你们先开一把，我去买烟去了。我操！ 妈的，你刚刚大师一你怎么还大师一啊？他大师一1901，上分上的这么慢，又没手势，一把加个17-18分，差不多。我他妈刚刀人，我那个锅。 重击才能打82次，我操！别疯，中路一人一。看不见，你看。尝尝火药的滋味。世界。 中间有个。